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市长林佑昌，欢迎大家收看长青学院乐活健康其抗疫的数位学习课程，大家一起来乐活学习，永保健康有活力。大家好，本单元练习的课程是太极长寿功一到七式，唯有透过圆的循环才能够把有限变成无限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才能够发挥更大。好，第一式预备功立正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两手向上，头顶合掌，提脚跟吸气，脚跟落地吐气，然后放松手合掌，手心到哪里就注意身体的哪里。好，到头部我们就注意脑中心，把气导进来，到喉咙，到膻中穴胸腔。好，慢慢往下，指尖朝下，丹田、耻骨。好，手打开，预备功，两胯后推，身体往前往下，脊椎骨伸直，肩膀放松，力量放在脚前掌涌泉穴，力量以脚后跟脊椎骨从尾椎、肩椎、腰椎节节上升，最后胸椎收尾椎，把颈椎转正，胯前推，肩膀往后，胯向前，手放肩膀吐气，扩胸，拨开内脏，手肘绕圈，放松肩背，下巴抵住胸口，两手扣在后脑，身体往前往下，伸展上背，手放下，颈椎抬起来，伸展腰椎，收回来，从脚后跟脊椎运动，就是督脉放松以后，胯前推就前面的任脉，拨开内脏，从中间拨开，把气吐掉，骨盘往前推，伸展脖子，手肘要与肩平，手肘绕圈，放松肩背，下巴抵住胸口，手扣住后脑，身体往前往下，手放下，伸展腰椎，眼睛看前面，力量在脚前掌，力量以脚后跟从尾椎、肩椎、腰椎节节上升，然后胸椎收尾椎，气下沉，颈椎转正，胯前推，肩膀往后，嘴巴张开吐气，两手放肩膀肩颈穴，手肘绕圈，放松肩背，身体往前往下，下巴抵住胸口，手放下，脊椎骨
抬起来，与地面上呈90度，力量以脚后跟、脊椎骨节节上升，收尾椎、颈椎转正，气下沉，胯前推，肩膀往后，嘴巴张开，吐气，扩胸，拨开内脏，手肘绕圈，放松肩背，身体往前往下，放松上背，手放下，脊椎骨伸直，伸展腰椎，腰部的肾腧穴。好，力量以脚后跟，脊椎骨节节上升，气下沉，收尾椎，胯前推，肩膀往后，吐气，手肘绕圈，放松肩背，身体往前往下，放松上背，手放下，伸展腰椎。好，力量以脚后跟，脊椎运动，收势，靠拢合掌，提脚跟，吸气，吐气，我们的动作啊，7到8次。平常练习的时候以7到8次为原则，这是第一式预备功。第二式回春导引，就是走大周天循环，好，锻炼任督二脉，坐胯，身体往前往下，臀部往后推，好，慢慢上来，嘴巴张开，吸气，提脚跟，胯向前，肩膀往后，吐气，身体往前往下，放松，力量放在涌泉穴，移到脚后跟，臀部抬高，从腹腔丹田吸气，吸到后背，督脉上升，到头部放松，任脉下降，吐气，重心脚前掌以脚后跟，臀部抬高，再吸气，好，不要直接就吸气，吸气一定在腹腔，嘴巴张开，吸气，肩膀往后，然后脚跟落地，吐气，好，假如说我们脚的平衡不好，也可以不用垫脚尖，坐胯，身体往前，臀部抬高，嘴巴张开，吸气，腹腔肚子鼓起来，顺呼吸，然后吐气放松，顺呼吸就吸气，肚子鼓起来，吐气肚子放松，胯往后推，力量以脚后跟，从三阴经上来，阴跷脉上来，吸气吸到督脉，肚子鼓起来，吐气放松，任脉下降，又回到涌泉穴。好，力量以脚后跟，臀部抬高，从腹腔吸气，肩膀往后往下，然后吐气。好，一吸一呼，增加我们身体的体内的含氧量，以脚后跟，臀部抬高，吸气，吸到后背，到头部，然后吐气，肩膀往后往下，胯往后，肩膀在前，臀部抬高，脊椎骨上升，嘴巴张开，吸气，肩膀往后往下吐气，啊，记得是用顺呼吸，用嘴巴吸呼，臀部往后，力量以脚后跟，从腹腔吸，肩膀往后往下吐气，好，收势，两脚靠拢，合掌，起身，
底脚跟吐气，每做7到8次，好，就要做一个收工。好，这个就是回春导引。第三个，我们练习太极大回环，就是画个圈呐、啊，但是你重点就是你的胸腔要对应你的后腰，腹部要对应我们的后背。好，做胯，由下往上画圆到肩膀，再从肩膀由上往下画圆收回，再落胯，就是画一个圈，由下往上，再由上往下做胯，放肩膀，再往前，再往后，再往下。好，这个重点就是胸跟腹，好，前面后面。往上的时候注意喉咙要伸展，手往前，就是记得就是做一个大圆呐、啊，从底下上来一个圆，再由上往下画个圆，再收回。好，动作不必蹲很低，轻心放松，坐胯就可以。收势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练第四式同祥功，就是两边抱球画圆，这个球一定要抱30公分，好，但是手不要动，是用脚跟身体来带动，好，手是一个脚的影子，主人就是脚，脚在动，上来的时候是吸气，下去的时候是吐气，这个就是画一个横的八。好，两手前伸，右上左下抱球，左转腰，左边画圆，眼睛看手，两手距离30公分，前面下来，右边画圆，手不动，但是维持30公分，脚尖在前面的时候是外八，转向左右两侧要扣裆，就是大腿根部靠近，就刺激性腺系统，动作一定要配合啊，这个呼吸，对，往下是呼，向上是吸，左右两边交叉画圆，吸呼，吸呼，眼睛跟着手，所以可以运动到我们的颈丛神经、脑神经，所以下来是呼，上来吸，要记得转向左右两侧，大腿根部要靠近，好，收势，好，第五个凤凰展翅功，好，这个凤凰展翅功，好，稍微比较复杂一点，不，原则上往后的时候一定要往后看，
好，上左步，手背相靠，两手拉开，左手前翻，右手后翻，往后看，向右转腰，转肩扣裆，眼睛看左边，重心转过来，在左边，左边拉开，上右步一小步，脚跟手背相靠，拉开，好，右手前翻，左手后翻，向左转腰，转肩扣裆，大腿根部靠近，眼睛看右后方，右转拉开，上左步手背相靠，拉开，翻掌，翻掌向后看，右转腰，转肩扣裆，向 左后方看，肩膀后面拉开，上右步手背相靠，右边拉开，翻掌后看，左转腰，转肩扣裆，看右后方，右边拉开，好，左边合，开，翻，转，扣，开，合，开，翻，转，扣，开，左边合，开，翻，转，扣，开，右边合，开，翻，转，扣，开，左边合，开，翻，转，扣，开，右边合，开，翻，转，扣，开，左边合，开，翻，转，扣，开，合，开，翻，转，扣，开，收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练第六式上圆弓。这上圆弓要记得，我们要练习转手指头，从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拇指，就是这样子转，好，转进来，就从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拇指这样转，好，就训练是这个转手指头可以动到我们的啊脑神经，好，转向左前方，上左步，左弓步向上，好，右手就在嘴巴、鼻子附近，左手在上。转手指头，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拇指向左边转，左手放在百会穴上，右手在嘴巴，左手放下，右手在额头，右转，然后右弓步向上，右手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拇指转手腕、转手臂，转身扣裆，右手放在头顶上，左转，好，右下左上，左手在额头，阳白穴，左弓步向上，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大腿根部靠近，右转，左下右上，右手额头，右弓步向上，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转到正右方就可以，右下左上，左手额头，左弓步向上，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右转左下右上，左弓右弓步向上，
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左转，左手额头，右手在下，海底捞月，左弓步向上，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右转，左下右上，右手额头，右弓步向上，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左转，左手额头，右手在下，海底捞月，左弓步向上，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右转，左下右上，右弓步向上，旋指转腕，转身扣裆，收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七式上圆弓，手心朝上啊，就是表示是阳，就叫上圆弓，左脚往前，手心朝上，再上画圆，向前，好，吐气，往后吸气，注意这个是用脚底跟腰胯在动啊，上半身是配合在动，不要用手跟颈部在动，容易造成头晕，用脚底跟腰胯，脚底画八，就往前次吐气，往后吸气，一呼一吸，手心朝上，好，收回，换边，右脚在前，好，一样画七圈到八圈，所以重点是在脚底，不是手。回中间，往左边画圈，眼睛看手，向右，好，收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第一式到这个第七式做连续动作。好，立正，这是预备式。预备弓，好，回春导引，深呼吸。凤凰展翅弓，上圆弓，
天皇宫，收回中间。向右，好，收拾，把气调顺。好，以上我们就透过画八、画 S、画圆来达到增进身体气血循环的目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觉得今天的课程精彩吗？如果喜欢我们的课程呢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欢迎大家一同加入长青学院跟社区大学的行列，让我们一起越学越健康，越学越年轻。祝大家一切健康，大家下次再见。Whether good or down days up, 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. 분위기가겁나 shy.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 Whether 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.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 아무 노래나 일단 들어 아무거나 신나는 걸로 아무렇게나 춤 춰 아무렇지 않아 보이게 아무 생각하기 싫어 아무 게로 살래 잠시 I'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Give it up 한 것도你看我今年60岁了，像吗？欢迎你过来。来社大主要是告别立委，大家能够相处愉快是最重要的。我说不会，可以去社大选课，真的太有趣，他有非常说多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学习。要多学多画多看。啊，那我老爸三嘴哈，爱心电、意电、画电。艺术课程生活化，艺能课程公共化。那尤其社大现在把所有的社大老师融入到社区，那我觉得让整个基隆市活跃起来了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。大家来练习这个芭蕾，可以培养自己优雅的气质，然后呢，练习我们的身体的线条。能够终身学习最重要，你就选到你喜欢的东西。我们一起学芭蕾，一起聊聊聊聊聊。祝社大
展望未来20年，希望基隆社区大学是一个更理想的终身学习的平台，也是一个社会改革、地方创生理想的实践基地。社大